出发。
Tô lá no outro.你说你是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？打电话给你。厉害，一碗饭。那有什么感觉？太辛苦了吗？太易洗吗？不会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台湾这边种，哦，对，连平，这个是瓜林，好吃吗？没关系，谢谢。啊，你等一下，我请。